台湾一年约有3600人自口身亡，而有你的帮助，我们就可以减缓这类情形发生。自口有一部分其实是冲动行为，也许你并没有想要自口的欲望，但被一时的不理性冲昏了头。当你自口前，何不再三思考，想想生活中让你快乐的事情，那些曾经遇过的朋友与重要的人事物，也许你只是一时忘了他们，但他们依旧存在。如果家人看到你自口，他们会作何感想？研究指出，一个人自口就会影响到六个亲友，使他们感到忧郁，甚至有可能连带做出自口的行为，产生自口的恶性连结。如果您身边有人有自口倾向，不妨多多陪伴他们，在他们绝望时有心灵上的依靠，或是寻求专业协助，拨打自口防治专线1925，让专业人员协助自口倾向者远离自口行为。自口防治，人人有责，拒绝自口，让我们一起珍爱生命，活出光彩。